哎，谢谢。噔噔噔噔锵，你有没有吃饭？你爸是不是很麻烦？是你拿，还是我拿？等一下，我是吃饱。我哪有吃饱？我是吃了，但我没有饱。不要影响到人情绪。你就好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先看。你到你拍照的时候，我可以在你后面。我的名字好丑。你在两个小孩。幼稚园的小孩来胡闹。好收台。你带我来的。哎呦。哪里呀？结束了，可以，结束了。